订阅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。在娱乐圈的舞台上，剧组的故事总是充满了曲折与意外。某山海剧组近期可谓是风波不断，令众人瞩目。监视主演程毅在拍摄打戏吊威亚时，从高处直接摔落在坚硬的台阶上，这惊险的一幕让人心惊胆战。此前，女演员黄日莹在参加剧组武术训练时受伤，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和担忧。而立秋当天， 网红武僧的意外去世，更是给这个剧组蒙上了一层阴影。陈玉琪原本要接替黄日迎进组，却又遭遇房间各种问题，吓得匆匆离开。为了平息剧组接二连三出现的状况，投资人找来所谓的大师，根据开机时辰、剧组方位以及主要演员的八字进行推算，得出剧组养女太多的结论，并换掉女艺人。然而，即使做了这些看似玄之又玄的举动， 诚意的受伤再次让人们对这些所谓的破解之法产生了质疑：是大师的判断有误，还是这仅仅只是巧合？或许在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事件背后，更多的是剧组在安全管理和筹备工作上的疏漏。在追求艺术作品的同时，保障演员的安全应当是剧组的首要任务。无论是吊威亚等高风险动作，还是日常的拍摄环境，都需要精心策划和严格把控。而对于那些迷信的做法， 我们应保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，毕竟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切实的措施和认真的态度，而非虚无缥缈的所谓大师之言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，本频道专注诚意的新闻资讯。